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今天这个跟我们东半球最牛的设计师浩然一起啊，跟大家做个开箱。因为我们发现了，发布以后应该很多人拿到我们机器在晒嘛，我们自己把发现了这个用户当中很多细节还没有发现。我们通过这次方式呢，希望展现出我们花了钱，但是你没有看到的地方。我们做了很多那个，不仅如此，对啊，还要把我们还有很多牛逼的地方也告诉大家。对，我们接下来正题啊，上大富。清空，怎么看不用再拿刀了啊？看到没有？我觉得这是一个小小的一个用户体验的感觉。因为我们发现，可能很多用户在拆这个包装的时候，要用刀啊去破坏这个盒子，而且我的用户当中很多希望把盒子保留下来。所以说，保证用户不要破坏盒子的情况下，怎么去拆这个包装？所以这个就是来放点。好，我们就把撕开了。今天的主角，一加八系列。其实这个感觉我超喜欢，高端上档次。整个八系列的这个包装呢，其实我们想给用户带来的是一种仪式感，也像个礼物一样。包装开启的过程当中，大家看一下啊，它会受到一定阻尼，然后慢慢把它沉浸开。你应该会从侧面看到一个八字慢慢出现。看到了吧？对，这个过程其实是我们说去感受一个包装好不好。大家看一下，一加八，是非常简洁，但是呢，很多细节是做的极致，这才是一个更高级的这种设计。这是一个指数，采用了环保的100%的一个指数。其实我们公司呢最在意的也是这个能线，对，要把这个能线做挺是非常难的，是要很大的代价。但是呢，你要这个能线不清晰，看起来是地毯货。对，我们也是在教别人做产品。我们送了一个保护盒，这个保护盒当时我们也是故意把四个角去加高，防止手机丢了当中给用户带来这个碎屏的风险。保护盒的侧面呢，其实是加了很多这种细腻的纹路，也是随赠的说我们要做发丝 smooth 和整个 AG 这个质感去做的这个设计。然后内侧呢做了这种防止纹的这个细的纹路的点。然后里边呢就是一家的传统的，从各个机场你都可以看得到的这个红色数据线。然后在里边呢就是刚才看到了我们的识别器。第一次用一家手机的人，应该很多人都会知道这个卡神其实是一个微笑卡，对，微笑卡神笑脸，有温度的设计，这没错，好爽。太装逼了。加的这个标贴，每一张都像一个海报一样。拆开这个包装纸，啊！我今天看了一个段子啊，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，就是有个用户在京东上买了这个手机，最后说：“哎，你这手机很好，背面贴了一个这个磨砂的保护膜，怎么撕也撕不掉。”隆重介绍一下，这是从一加六代开始我们用的这个 AG 工艺。这个工艺本身呢是第一防止纹，第二呢是它透露出金属的质感。然后我们今年本身的这个青红色的这个颜色，那个想法是来自这个海水，那个海水潮汐是不一样的。当你离近海的岸边，沙滩越近，它呈现是绿色；你越远处是一个淡淡的蓝色，而且在不同光线下不一样。今年很多颜色，包括我们看到的这个银翼，也是其实是整个黄昏的这个银翼色，真漂亮。第一次看到这个颜色，应该是大家第一眼一看到都很喜欢，初恋的感觉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，因为这是我们的一加八，一加八我就在当下的这个行业里面做旗舰机来讲，我就是做极致的一个产品，非常非常的轻薄。我们公司的同事大部分人都是在用一加八，他们就喜欢这个轻薄，然后又是旗舰，所以性能又毫不这个妥协。其实这个是我们今天非常满意的那个设计。第二个呢，就是之前有很多我们的顾客是这个欧美的用户还是国内用户，都是希望我们做一个单手可握持的小屏的旗舰。那实际上我们今天我觉得这个设计我非常满意的点，就是这个比例非常纤细。刘浩然每次都被我虐得很惨，就调这个弧度。是这个弧度是我们每次在这个调很长时间，就是为了这个握起来这个手感。应该是一家人都知道我的习惯，就是45度看产品。为什么45度？它是所有的这个面都可以看到，就一览无余嘛。对。然后你从这个角度看，问题。盯着它看了一个月，我觉得还很耐看，还觉得很漂亮。那这个产品，对，就看起来很有气质，气质很好。这里面有个诀窍，你知道是哪一个？我知道，看这个。哎呦，可以，我们还是可以。然后屏幕依然是90赫兹，你只要往上一滑，包括你就在微信里面，你再上下滑，你用过这个，你再去用60赫兹，没法用，因为你总是觉得会拖影和卡。大多数时候，大家比如说我们第一次看这个 DVD 或者第一次看电视的时候，你觉得啊已经很大了很好了。但你第一次去看 IMAX， 你第一次看 4K 的整个电影的时候，
那个感受和声音就完全是不一样的。那的确，你说的这个高刷新率啊，加上我们的纳米做的这个优化，关键是我们整个色温色感今天非常好。对，这点我觉得这个对用户这个价值太大了。我们又拿了一部这个黑镜，黑镜版本，先看一下这个壁纸啊。正常，我们每年都会找国外的这个艺术家去做定制壁纸，但一加八今年的壁纸大大不一样。一加八的壁纸今年呢，我们除了找艺术家合作以外。我们是把艺术家这个壁纸通过算法给算出来，然后再植入到纸壁当中，所以你看它的流动性是非常非常自然的。一加从第一次做玻璃，我们就是让一加六的时候，我们就出了这个陶瓷黑，其实一直延续到一加八。到一加八的时候，我们做的不一样，不一样哪里？它本身这个通透性非常的好，它比陶瓷的质感更加明亮。最早做那个陶瓷的时候是很实的那个陶瓷，因为不透光嘛。然后第二方面有很多用户喜欢那个陶瓷的这个釉性。因为他又很喜欢玻璃的通透性，所以在一加八系列当中是这个黑镜版本，我们已经做到了这个类似于陶瓷的质地，但是又像玻璃一样这么通透，就这两个契合的非常完美的。就以前呢，很多人问我说要不要做游戏手机，但是呢，我一直反对，因为我觉得手机是一个你每天要拿在手上去使用的，对，可能跟人接触时间最长，除了你的衣服以外，可能时间最长的这个工具，所以呢，它一定是要符合这个属性，是个便携的一个产品。第一个一定要漂亮，要轻，要薄，要手感要好。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做产品一个最基本的东西。所以说是非常满意的一次。我们还往这条路上不断的在努力。Never Settle 也是我们想做产品的一个理念，就不会去放弃，相信有比今天做的更好，超越我们自己现在本身。我发现了你的潜质，可以做直播了。没有，心里话。OK， 那个今天就差不多了，我来一个。对，你要觉得好，可以。回头那个，你们给我们多点赞，多点赞，我们想多来一些。OK， 大家好，谢谢大家，好，谢谢，好。